这么冷的。进来暖多了啊。是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九，刚刚老兰去买了点东西吃，今天起晚了，没买到吃的，只能去买点方便吃了。说外面基本都不开门了。看，我要这个鸡汤，你要这个辣牛肉汤。现在还土坑帮菜没有了哦。买的白酱。我关一下门，开暖气了哦。嗯。怎么就只有一个料啊？人家泡面好像很多种料的呀。对啊，我看一下你这个。你看哪个好吃，你就拿，你就要哪个嘛。嗯。嗯，打不开。一样的，可能白香的都是一样的。那你吃辣的还是不辣的？我吃辣的，辣的暖身。那我吃这个。水好了吗？好，这个应该一开始就有热的了。你干嘛把沙拉头拔了？里面没有水啊。哦，不然了。今天已经全程解封了，太好了。解封就好了，什么我们那边有去的。嗯，没有看到你。是不是跟我一起去玩一下？我都还是黄的。看看明天会怎么样。我就只能说出来。做核酸，今天应该是做最后一天。做核酸可以好说，可以出来一下。不做核酸也不能出来。说不定明天已经绿了嘛。他今天说明天会绿的。说了。嗯。那就可以了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嘛。人干了。这个肚子饿是可以直接吃的。嗯。肚子开始痛了。哇，真的好饿。我也饿。吃点食品添加剂。绿米，我喜欢吃绿米。嗯，这有道。今天要买明天的菜，不然明天没有菜吃了。好早就，他可能卖完菜就关门了。市场不知道开不开门，不知道了。外面都没有店开门。这个山楂干是放在这里会客用的，就是有客人的时候来泡点山楂茶给他们喝，放这里挺久了。你这样子等一下烫到手啊。不会的，这个你这个塑料经过高温的不好嘞，不健康嘞。一样，要不它这个料的样子都不够咸的。不是，你应该说我都吃泡面了，我还在乎它健不健康是不是？我都吃上泡面了，我还管它健不健康？给我泡。啥？水多点还是少点？嗯，都可以。这个鸡汤的应该好喝多一点吧。嗯。泡不过面。可以。这个日子过得可以吧？可以。你看，你看我多大方，请你吃泡面。等一下，你请我吃什么？请你吃螺蛳粉。螺蛳粉没开门。那你想吃什么？现在都没开门，没有什么想吃的。我也请你吃方便，换个牌子嘛，换个口味是吧？是。
经在家吃了几天煮的面了，出来吃还是泡面。再要泡点酸大缸给你。你两泡水。泡杯水吧。先把它水泡少，倒掉然后再泡。我那里没有装。你要喝吗？可以啊，我这个酸菜干很多朋友来这里做，都是泡茶挺好的，酸酸的。你要喝吗？可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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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喝吗？是一种奢侈哦。不错。现在吃泡面都不敢让人知道。今天早上我吃泡面，晚上我跟我打过架。是吧？是啊。以前我跟我一个同学哦，刚开始毕业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一起去一个制衣厂那里做事，我跟他吃了一个月的泡面。我打工过，我有吃过一个月泡面的，就一个那小小房子，阁楼睡觉，下面煮饭，就自己吃自己咯。就是刚出来的时候不懂事，后面就很少吃了。现在吃泡面就是忆苦思甜了。软吗？是哪个型的？哎呀，蛮深的。洗一下先啊、哦。嗯。可以了。这个也是洗一下先啊、哦。下次应该买个杯子过来，忘记了，每次都忘记。不应该拿纸杯了啊，那里有杯子啊。那个太小了。下次买两个那种玻璃杯嘛。嗯。泡一，泡久一点可能要。够没有睡？够了。泡浓一点，好喝点，太淡了。哎呦，吃那么香的应该挺好吃的。我这个不辣，你那个好吃吗？我这个也不辣的呀。它不是辣牛肉汤吗？一点点辣味，丁点。是不是 有点像小时候的味道？没有，我小时候没有这么好吃的泡面。不对，我小时候的泡面还好吃一点，现在的感觉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。我觉得泡面都是那个味。嗯、都是一勺三花淡奶那种的。嗯，就是这个火腿肠有点像小时候吃的那种，对吧？嗯，你说这种里面有肉吗？没有，我看一下，什么表？嗯，鸡肉、猪肉、水淀粉，但是含量应该比较少。嗯，就是猪皮上面挂下一层油。没有，它肯定会有人。它鸡肉写在第一位的话，它是含量最高的。这样子的。嗯。我不懂吗？不知道。嗯。还是要有点学问的。吃面。嗯。还有点烫。嗯。